你们几个人，出来！从哪儿来？来哈尔滨干什么？十八号有个秘密行动。啥秘密行动？叫。 吴德，妈了！为了这次行动，我们整整训练了7个月。都训练什么呀？跳伞、射击、格斗，还有俄语。告诉我，吴德妈行动是什么？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，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吗？